恭请曾师傅授课。亲爱的上人，还有美国的美国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好，我叫德珍，很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分享佛法在人间。佛陀他成道42年后呢，他开始讲《法华经》，《法华经》是教菩萨法。在2500年前之后呢，上人将《法华经》的精神从经典中走出来，带领持戒人走入人群，用佛法的精神实践在日常生活中，为社会人间帮助苦难的众生，这就是佛法在人间。在上人还没有成立慈济功德会之前呢，花莲的太鲁阁，它呢非常的幽静，而且呢那边的山还有石头特别的漂亮。上人心中有一念，他说：哇，山间的石洞啊，或许呢是可以修行的地方。于是呢，有一次啊，师公上人来花莲，那上人呢就陪着师公到太鲁阁。当时上人还很得意，他感觉那就是将来他要进修的地方。回来之后呢，上人跟师公说，刚才去太鲁阁看到的那个地方呢，是我未来打算要去进修的地方。师公用眼睛瞪着上人，他说，你敢住在那里？不可以。修行呢，不可以离开人群，孤单一个人，为什么在这个洞内呢？太危险了。师公的话呢，影响了上人，修行要在人群中，修行不可以离开人群，一定要在人群中。师公给上人六个字，两句话，为佛教，为众生。我的师父呢，也就是师公，他要上人是为佛教，所以上人自己认为说，一定不是要我去盖寺庙。上人认为师公给上人为佛教呢，应该是指佛陀的精神，也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利他，地行在人间。倘若啊，我们沉迷呢，沉着在这个佛法，佛陀所说的法，就好比呢，我们守护了佛法，就好像比喻这个宝藏，它呢，只是在那里守护而已，不愿意将宝藏赶快去取用，运用在人间。僧人认为说，佛法呢，应该是要去取用，而且呢，要运用在人间。这样子的佛法呢，它才能够通畅，让人人了解，人人来应用。所以佛法在人间呢，它除了守护，要入人群，还要行人间事。圣人将入人群的道理做了出来。什么叫入人群？入人群就是度化众生。菩萨道在人群中行，因为呢，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有苦难的众生呢，才会有菩萨。菩萨除了度自己，还有度他人，自修自利，度人也是在修菩萨道。过去呢，我们可能不认识佛法，现在已经听闻了佛法，能够了解我们的心灵的烦恼。了解烦恼其实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起心动念而有的烦恼。而且呢，入人群上人有说，入人群呢是度化众生，不是我们要去起心动念去造业。所以菩萨法是这么的简单，只要我们的心门一打开，它宝藏呢就充满。所以心包太虚，没有什么困难，
在人群中呢，去造福，去体会道理，福与慧是在人群中修。这一波的疫情啊，上人说是大灾教育。上人有说，我们就从吃的开始，因为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们要从吃来觉悟，从觉悟来说出道理，来度化众生，真正才是功德无量。我们现在来观赏上人的开示。人人啊，都在昏时欠债残，都是伫咧欠债啦，将来爱还债，这都是呐因缘果报啊。随缘嘛，因为慈济都时常讲随缘嘛，我们就没有想到会要吃素啊。在痛的时候，他一直在摇那个手哦，他就趴在那个地上哦，那个手就往后面去，一直摇动那两个手，感觉上就一直挤这样了。做持戒都这样长时间了哦，都懂得什么叫守戒啊。佛法里面所讲一戒为师哦，我们最基本哦。连那个吃素都没有办法，怎样讲一戒为师呢？所以，经过那一次的那孩子的问题哦，就是以后也没有再遇到几次了，就是慢慢的、啊、慢慢就读书了。快一时的口译，的确呢、啊，太残忍了、啊，悲心一转。就转过来了，转分为数，很赞叹，真的呢，这就是智慧。看看地上有多少菜根香啊，蔬果香啊，看看一点的切这里菜，我们一看到。到了，就会想到这盘一菜吃起来多么甜啊，多么香啊，多么有口感啊！这吃了不是很干净吗？心呢，不都是呢，很清安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素食小厨房。今天我们是小厨师，要来教大家做寿司。我们拍这些素食教学影片是希望可以邀约更多人一起来吃素。佛法在人间，所以用各种方式不同生活生态里，我们要如何从佛法呢扩展到不同生活圈去。所以这个时候这一波啦，就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大灾教义啊，时势为大，这一代志啦真大，我们赶快从吃为觉悟，从觉悟啦说出了道理，也是口口出道理度化众生，那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我吃菜菜还有加工还有面，我吃菜菜可以保护地球，地球不会生病，消弭业障，这样先把人心调好，心啊，先放宽啊，不要狭窄的夹住了，
总是呢要贪，贪的口欲，非吃它不可。我们应该人心心宽呐、啊，天地宽，放生复生呐、啊，爱复生的，我们的心就是开阔起来，天地宽。感恩上人开示啊，提到卢树哈，那得知那个卢树的因缘呢？上人一直讲说哈，一定要非说不可，非树不可。那德珍就来谈谈自己的吃素的因缘。德珍吃素呢已经有20几年了。当时呢我也是参加读书会。然后当时师姐呢她的劝素的方式很特别。她说我不吃动物。就因为她每一次上课呢都会说我不吃动物。这样子的熏习呢，后来呢德珍就想好像应该要来吃素了。但是这个感觉呢还没有很坚定，是有一次呢德珍呢去一个那个肉饭呢肉饭摊，看到呢一只猪头，当下我真的是吓到了，而且呢真的很忏悔，以前呢吃动物，而且呢都很喜欢说诶，我今天要吃，我喜欢吃哪一个动物哪一个部位，真的我们都没有去感受到它被杀他被分离的那个感觉。所以上人呢他就开始有说，假人戏谬阿喜人半斤，今生的心如果说没有负债的话，他就能够清安自在。这就是德珍的卢树的因缘，发挥救人的能量呢，去帮助人，帮助身边的人，再广一点，把身边的人，在周围的人把它宽广一点，我们认识了，我们要说给他听，我们一起呢来行菩萨道，同行一条去救人，拔除苦难，让人人懂得道理，同行菩萨道。上人说啊，这就是佛法在人间。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刚刚上人的开示呢，现在呢，我们来看一段莫桑比克的影片，感恩。Ovo master shengeni Oyabesua mashamba Semente ki planto Jemino waki Ovo master shengeni Oyabesua mashamba Semente ki planto Jemino waki Jemino, Jemino Jemino waki。有心有爱有行动，看看这么乖巧，看他自食其力，自己吃自己的力，那一片土地去开垦，他们总是有收成啊，可以自己吃，可以呢给分给别人享受，很丰富，这都是靠力量，这是爱。如何去开垦，让小小的土地把它开垦啊，成为现在一大片啊，种菜，种粮食，可以自己自足，也可以呢拿去送人。莫桑比克非洲系统，他们多么单纯啊，真好噶啦！就如看到他们排着鞋子，内外分明。其实呢，
没有见主，但是呢，他心中呢有界限，鞋子的那一边是郊外，鞋子的这一边，那就是殿堂。看看他们这种心灵的自我戒律啦，他就会很好奇。有这么多的志工，大家呢有爱心、力量，虽然人人都穷，可是人人都有力量。只要呢有心求道，道自然平，路自然大。只要有心，只要人愿意出力，只要人人共同一份爱的方向，那就可以呢多人帮助少数人，从少数人呢引导成啊善良的人群，人人都可以互相帮助。这都是人间没有活不下去的人间，只要有爱心。感恩上人的开示，这就是菩萨。菩萨的精神理念呢，就是有心、有爱、有行动，从少数人呢来引导成善良的人群，人人呢都可以互相帮助，没有活不下去的人间，只要有爱心。今天的地球呢四大不调和，天灾人祸呢又那么的急迫，真的若是有佛法，它能够入心，人人如果守好自己的规律，若这样应该人间会很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影片。Reservoir at 34%, Folsom's at 35%, 40, and even Shasta's down below 50% at 47%. And this is jaw drop. Canada and Oregon set temperature records that are higher than any temperature ever experienced in Las Vegas, Nevada, which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Mojave Desert. So this is truly an unprecedented and exceptional event.整个气候的煎饼啊，就如在鼎炉的面顶啊，真的是很热。现在的气候也有升到了50度以上，天下啦，同样的未来疫情，实在是很令人担心啦。所以呢，这就是疫情，实在是很猛冲告急。When you start seeing the work that's done by everybody, the way everybody comes together, putting all differences aside.In saving the lives of Malaysians, in wanting to give people a chance to survive through these hard times, I think that is very heartwarming. This handing over is in need of time, and it came in the right time.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sometimes with the medical therapy, include support with this oxygen, they can recover without getting into ICU.要前马连心，爱铺满地。知道现在的疫情这样的凶猛，没有他法
人人呢发挥爱心，听得也是很感动。现在马来西亚人人呐、都是启动爱，医疗缺什么仪器，在慈济人的社会里，不断在服役的补充医疗，哪一个医院什么样的设备缺，慈济人啊都愿意去捐助。I feel that all of us need to play our role, our part, and it's not just one person or one religion or one organization or one ministry's work, but all of us as Malaysians have to come together. So I'm very happy to be part of this. Bila kita berada bersama-sama, saya fikir contribution dan juga sumbangan yang kita akan berikan akan memberikan lebih impact berbanding jika kita bergerakkan secara bersendirian. Lalu dikatakan bahwa kita harus memberikan pelayanan yang baik untuk pasien ini demi untuk seluruh. Semua berusaha untuk menjaga juga kondisinya perawat, kesehatannya perawat, dan dari peraturannya memang sudah diberikan bahwa untuk menjaga itu dipasang CCTV untuk melihat kondisi. 爱无量，那就福无量。有无量的爱，才会当累积真多无量的福。唯有福啦，才能消灭灾难。这就是一个循环。大爱需要呢，无所求啦，愿意不断付出，付出还无所求，彼此呢还要说感恩啊。这种的和和互协的气流，这款的气氛呐、才能把疫情挤出去。感恩上人的开示，这一波呢，上人说，的确要用很大的力量来付出，是什么样子的力量呢？上人继续说，我们要把宗教的爱要汇合。他说呢，这是一个大灾，集合宗教，然后把善呢一一的发放付出。看看不同的宗教，我们只有一念心，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把天下的爱，不分名称、宗教，只要有爱心，唯有大爱。所以呢，我们这次是用大爱的力量来去付出，而且呢，爱是没有分大小，它汇合起来呢，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爱。我们是可以依赖，我们是要付托，彼此的力量结合，这就是能够救人。有方向的起头开步，我们要把方向呢调整的让它一致，我们要把人集合起来同一条路，那个方向是正确的，丝毫不分开，这样的力量才会大。就好比马来西亚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援助，怎么样子来救世？上人说啊，救世就是人人的责任，就是要让道理呢人人都要知道，知道呢他的责任，要不然呢人人都是在懵懂中，他不明白道理，而且呢都在颠倒造业。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在马来西亚石文村的一个渔港，那个渔港呢它没有垃圾桶，村民呢都是把垃圾呢往海里丢。他们从小到大，他们认为，他们村民认为那个
把那个垃圾呢丢到海里面呢，它可以把地球的土地变大。结果呢，不是，几十年后呢，他们还要再回来把那个垃圾从海里把它捡回来。而我们的慈济人，他带动了当地的环保，而且已经有超过16年。到16年之后呢，石文村的渔港，他们的人民才改善那个丢垃圾的一个观念。所以上人说，学佛不能够懵懂，我们活在人间，我们要把握生命的价值，有正确的思考，待人接物，影响人人往好的方向，这就是生命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哪一是什么呢？就是付出你的力量，供应人人的力量，供应人人，这就是生命的可贵。我们听进去，我们把它做出来，这就是法。为自己积功累德，利用时间没有浪费，好好的培养这一念心，听话入心，身体力行，正法在人间，也就是佛法在人间。德真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